我是想，你对这个凯乐这样有什么样的一些期许，或者对他有什么样的？期许啊，当然就是首先要非常感谢在场的所有的支持凯乐的所有他的歌迷朋友们的爱，然后之后我也希望他能够继续的加油。好，除了第一张的 EP 之后呢，我希望可以推出了专辑。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大家都录下来哈，都录下来哈。专辑以期为上，还至期为上。这个专辑我感受不到你们各位的尖叫声，有没有？尖叫声有没有？因为今天空气真的蛮热的，是。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我要来公布一个好消息，要不要来公布？现在公布？现在呀、啊，现在公布，即刻马上。马上公布的是呢，之后的巡演，我之后的世界巡演唱会，凯乐参与嘉宾。我先走了，太惊吓了。哎、欸，所以凯乐你要站上可能是什么五万人、十万人的场合？那是五月天的。可是你全力，你时常上在动员，没有那么多人啊。没有，就是之后的一些城市啊，那每家如果他要到很多地方的时候，到全世界去巡回担任罗志祥的嘉宾哎。谢谢老板。我是因为我请不到别人，我也请不到别人。没有啦，谢谢，我会加油。觉得压力很大哎，因为是老板的主场。对，希望到时候可以表现得很好。OK， 没问题。到时候两个人一起同台就行。来来来来，让全场大家很开心，久等了。